早安，早安，早安，爽啦！出海喽！出海喽！每次出海都很开心，但是昆达不开心。这次的演员 Vlog 专门指定谢昆达上船。我已经吃晕船药，我现在有点晕。对，因为你现在在平地会晕，然后你等一下在船上晕跟晕结合就不晕，晕晕得不晕。哎，这就是我们船哦，海洋女神哦。那女神呢？应该不会有女神吧？就是你。来，女神，请女神，女神。很神秘。来吧，被工作人都要这样吗？一定要这样吗？我哪里？而且自己 Q， 对，自己 Q， 害羞，好不好？害羞，嘻嘻，害羞。然后自己出去。哎，上次出海怎么走？哇，上一次出海，其实没有印象。哎，那你今天会很惨？真的假的？真的。我被你讲的，就是前几天就是开始，哎，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我想说，靠，到底有没有这么恐怖？昨天你睡不太好。让你参与一下野人 Vlog 的感觉，因为退通告还来得及吗？来不及，而且我有可能会让你成为你今年2020年最值得怀念的一天。你这样讲，我都很害怕。过程一定很痛苦，但回去的时候你会回想说，哎 ，Kid， 要不要约一波？早知道不要答应。你不会不答应的。哎，我们不是随便找人家上船的。哎呦，都会精心挑选，像太傻就不可能找他嘛，一上船就睡。他整集有来跟没来是一样的。哎，你有看那一集哦？有。从头到尾旁边，那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有来跟没来一样的那个人，好不好？我也希望。哎，你确定刚刚给他的是晕船药，不是安眠药？可以啊，我要抱着一个愉悦的心情，这样才不会就是吐什么。哎，你看到海都不会开心吗？还好啦。你光闻到一个海味，你就哇，好爽！我刚刚在天上闻到那个海味，我整个兴奋不已。你看，我们现在站在海上，在身后就是一片大山，这种感觉。哎，你们结过婚的要出来走走啊！最近也是压力挺大的。结过婚有什么关系？压力大啊。是还好，真的吗？好，我们上船吧，走吧。我们今天还要玩一个很酷的东西。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们已经结束这个 ending 的时候才开始 cue 节奏性一些节奏？插不了话。你玩什么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讲过了。那你 cue 我们干嘛啦？刚刚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转身进船舱 ending。我一看，哦，要脱鞋哦。好，往上走。一直看到在船板上穿拖鞋了，还要拖鞋？这边不用拖鞋啦。哎，我们请船主带你们。我是 Justin 跟 Luke。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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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哎，我有点分不出来了。Justin， 我是 Luke。哦 ，Luke， 哎 ，Luke， 最近我是 Luke。好 ，Luke，Justin。太像兄弟，兄弟，就像低调一点啊。那金真人把我抓走，哎呦，替身，替身啊！最近缺替身，他鼻子没有治，对，所以我很紧张。这几天比较情势比较紧张，对对对，比较低调一点，小心小心。好 ，OK 哈。那现在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条你们家的？没有了，没有，公司的，公司的啊，不要开玩笑，这一定是你们家兄弟。公司是你们的吗？没有，公司是他爸的。没有，没有，我们今天做的是台湾做的58尺游艇，然后台制，台制 ，Made in 台湾，台湾做船。超强，非常台制在桃园，台制园，好不好笑？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很好笑，来不及笑而已。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笑的梗？拜托两位兄弟尽情发挥，今天拜托你们，今天就拜托你们了。是玩海的比较幽默一点。对对对。那我们大概里面呢有房间、主卧跟客房，然后还有一个餐厅跟客厅，还有一个厨房。厨房比较重要。他讲的好像里面有大概60平的感觉。哎，你不知道吗？船就是这样，真的。这船就是应有尽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小，虽小，虽小。可以去参观一下。好啊，那我们就从客厅开始。好啊，可以啊。那我们上船就走。这套叫海洋女神，是不是？海洋女神。好哟，你们通常会带一堆女神上船去外面开趴。因为我们都缺女神，所以就海洋女神。今天真的是缺女神，阳气太重，都是半排的。不是说结婚生活？没有啊，我是安排我自己要跟你，我没有帮你安排什么。好 ，OK 啊，雷拉等下还是会换泳装的。雷拉有出现，雷拉有出现。那我等他。好，谢谢谢谢谢谢，出发出发。哎，等一下，我看到钓竿了。你要钓鱼吗？要钓鱼啊，可是今天的钓竿也太细了吧。我们这边是钓那个，就是随便钓，钓好玩。小搞搞，小搞搞，哦，小搞搞，小搞搞是。如果你看到那种大的有电卷的话，那就下很深。开玩笑，我们跟 Eric 上次出去基隆外海的都是大搞搞，我们钓到这么大石斑呢。我玩船什么都会，就是不会钓鱼，所以完全不同。那我们指望你的。那我想问一下，那今天我们出去到底可以搞点什么花样？这个季节的鱼的话，大概是白带鱼。
白带鱼好哦。是，然后再就是田安后。田安后，烟仔虎，烟仔虎做生意也是不错，好吃好吃好吃。对对对对。那我们这块今天可能钓铁板，就是我们这块叫做钓加饵，有要抽它。等一下再教你钓铁板的话，进入一个完全听不懂的一个状态。没关系，这不重要，就是尽情的玩就好。体验钓鱼也是个运动。那除了钓鱼，我们今天还会有很多的水上运动吧？对，还有一些水运动可以讲吗？可以讲的，可以。我们还有那种还制造节目流程的高潮，别讲，可以讲吗？对，我不知道，我刚才而已。那两个字很破梗的感觉。我们准备独木舟，有准备核弹吗？独木舟，你们也是有，没有？核弹没有。我们独木舟准备非常特别，是双人独木舟。双人哦，会让你们两个在海上尽情的，就是慢慢聊个天，慢慢滑。好，我们都可以玩一下。那还有滑水，滑水可以，滑水可以，滑水有小练过。滑水什么意思？滑水。他刚才讲北韩话吗？你都听不懂啊！我刚从韩国回来，不好意思。对对对，滑水，十四天过。OK， 好了，那个反正你就不用管了。今天也不用管这样，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反正就是出去玩，开心最重要。我们只要一开心，观众们就会开心。你痛苦，观众也开心。好了，那我们就看里面，看里面，看里面，看里面。谢谢。哎，不。哇塞！怎么样？很厉害。这边就是客厅的部分，冷气已经开好。有没有已经感觉到有点晕晕的 feel？ 有没有？我不想让自己进入那个想象，哦，让自己之后现在不会晕。这边的客厅的部分，这边的话，等一下可以下来这边唱个歌啊。哎，好 ，OK。会不会有放手？我跟你讲啊，如果有放手啊，等一下直接现唱一首，我是有练过的啦，不是在那边开玩笑。这边是我们的驾驶台，室内驾驶台。你该不会也会开吧？我不会开，但是我跟你说，我正在考。我跟 Eric 其实有帮我报名，没有啦。我跟你说，一艘船啊，有两个驾驶台。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上面。哦，那两个控制是一样的吗？控制是一样的，但只是说在开的时候会切换，不能同时操控，只能说一个台一个站去操控。哎，那会不会你们两个刚好兄弟在同一艘船，然后一人在上面，一个在上面，然后你们吵架，你就切我来开了，他说我来开了，我们应该是会让对方开了，你来开了，你来开，因为不会让对方啦，没有人想开，快开了。哎，里面是两个房间，哎，这里面可以睡几个人啊？这艘船大概可以睡六位，这边，哎。睡在这里不会晕吗？还好，其实晚上睡船上很舒服，很舒服，而且感觉没什么压力。哎，你睡上？我睡上了，第一次跟偶像睡觉，那个床也少一半。好挤哦，好害羞，好挤哦。可以睡三的，他这样躺好，我会不会被台湾的女生骚？对他躺，眼睛闭，很有福气，终于证实了。哎，而且这个花，哎，拿着，多拿着，好了，等。没事啦，不要闹，没有啦。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上面吗？好，可以。这边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厨房，那这些船上的设备其实都是以电啊为主，所以我们这边是个电，尽量不会用到明火，跟明火不会。对。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水槽，冰箱，船用冰箱跟在平常就是它有一个卡榫，对，航行这种时候浪很大的话，它不会打开，放歌了。哦，这个卡榫，所以等于说你打不开。那但是如果打开的时候就很轻松。我先看一下今天晚餐是什么。今天是台湾啤酒。台湾啤酒。没有了，没有了。那个发票寄给台啤。好，那上面看一下。好，上面也可以。其实是还蛮舒适的感觉，很 chill 哎。这边就是上驾驶台部分。对，如果以坐船来讲，舒适来讲的话，今天说哎，我会怕会晕的话，对，我个人建议是坐在后面船尾，船尾会比较好。怕晕的话要坐船尾，船尾。车的话坐车不容易晕车，因为船在航行的时候碰到浪，它是船头会点，坐船头的话就很晃。因为他妹妹啦，坐船头。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海洋女神号准备要出航了，蛮期待的，很想知道这两位兄弟，一个叫 Luke， 一个叫 Justin， 对，要记得，可以，好不好？要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什么的野人生活 ，Let's go，Let's go。Don't be polite, 'cause I like your attitude. Let's forget about a curfew, 'cause all that is stuck in my head is me and you. Both speed and my heart is racing, but I'm not sure I wanna pace it, 'cause it only does this with you. Our bodies meet, I can feel the tension, move us into the next dimension. Let's just let our bodies be true. We make out for
道是大武仑沙滩，那这边必备太阳眼镜，可以看比基尼，有没有？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现在有点饿是正常的。现在饿，你就先忍个两小时。两小时。对，因为现在四点。168。对，168。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168？你还没工作？哦，今天不是工作，今天是在玩。而且你叫我早上不要吃太多。对啊，那你等一下吐哦。吐臭鱼啊。那我们等一下先叫正恩带我们下去玩一下。珍惜。过水，好舒服哦！好舒服，真的比较。能上去吗？你要上来吗？这个坐两个，它就是双人的。等一下，我跟你对坐。不，你要往那边坐啦，往面上。这什么没玩过水的对话？怎么可以对错？那你坐对坐这个位置。那你放哪？你帮我拿一下。他想跟你培养感情，对。这个要拿来靠背，那一边要把它拉往后拉一下。对。好，可以。拉直狗。When I think about the way we used to be, when I think about the things it took from me, I know that I'm so far. 现在你都不会玩转的，放这种标。秀啦，但我不知道谢坤达心情是怎么样，他好像蛮脚乱的感觉。还好就这样嘛。哦，我从这个角度看，那个正恩超像。我怎么那么像啊？超像，夸张。好，我们可以吃东西了吗？老实说啊，我真的饿了。玩水真的会饿，早上不要吃。可你也没玩多少。不是，是因为现在已经下午了，我没有在168，所以我现在比较饿。可以啊。这种的滑水我没玩过，因为这种是跟我们一般在澎湖啊、高雄啊那个滑雪场滑的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没有脚套嘛。对，它没有脚套，然后有些是自己穿好鞋子都卡上去的。感觉这更要靠一些技巧。会不会船上没有一个人有办法？一定可以的啊！你刚刚讲他刚刚讲，我是没办法，但我一定觉得也有可以。其实你如果瘦下很像一个人。江宏恩，真的假的？真的，我是蛮多人在我瘦的时候叫我像柯有伦，没有。真的不像，但是现在比较多人说像金正恩呐、啊，金正恩是比较像，瘦的话就江宏恩，都是恩，江宏恩哦，好饿哦，突然间饿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应该发明一件这种衣服，是在路上可以穿，穿着要干嘛？就显瘦啊。那我们就请陆可示范一下。好，你看陆可这种不太讲话哦，就代表他真的等一下应该下去是蛮厉害的。你觉得你 OK 吗？你先跟他讲，你可以吗？我 OK， 你先领。什么口罩术语啦？他们两个有可能两兄弟，整天就在讲这种烂梗，然后互相跟对方讲，互相练习，再互相练习，然后说哥哥，我们有一天练好这些梗的时候，我们要出去试着把妹。刚好这次木曜要来了，试一下这些招式。然后而且他刚刚讲第一个的时候，你一躲到床上说哥，我刚刚讲那个他们有笑哎，哥，就直接笑了。他怎么教来的？他是绑脚绳啊。哦，对，可以骑。他推手，他只是过来。脚尖跟滑水一样，男人平的。哦，所以板子是这样子的。对，这样子起步。起步。对，起步。OK 啊。
技炫技多了，手要打，手不能弯曲，因为它力量传递的问题。好打，好打。他现在他是要冲后面的尾浪，很让人吃力耶。哎，厉害厉害，加油！来了，换我了啦！这个可能要四个一两次，要抓那个感觉。没有，四个五六次才有可能。好，四个五六次，试试看。还是我们四个七八次？还是四个九十次？你觉得几次可以？我觉得我两次就可以了。两次哦，好。哇，非常的厉害，两次哦。脚跟稍微吃力，把板子翘起来。对对对，很好。OK 啊。速度加起来，加起来，速度加。跟我想的差不多。因为他说两次嘛。哎，真的最难就是站起来。对啊，他也就站得起来。人要诚实，做得到做到，做不到做不到。你其他应该要两三次，对不对？应该不止，我觉得太难了。达哥，你觉得你可以几次？我觉得啊，其实这真的很难讲，因为我完全没有试过，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感觉。OK 吗？所以我也搞不好七八九十次。怎么样？可以吗？有点难，因为它那个船的力量太大了，跟一般小船的力量有差。那个抓起来的力量不好抓，而且海里面水母超多。OK，OK，OK。究竟第二次会不会成功呢？那就那就换你了，我怕跟那个很秀的那种 MV 感，时间不够多。我先试看看，好，先试看看，对啊，先试看看。谢坤达要下去了，我为了让他不能说一次就上，所以我现在不能先教他，至少两次之后我再教他，不然我怕他学习能力太强，一次起来的话，我会更笑戏。大哥，对，我的 V 豆可以保不住，到时候变达人秀，坤达的达，达人秀。哎，谢坤达 ，OK 的啦。突然间两次站起来这样，给你点压力，有一点压力。OK 啦，其实是一次就。我本来就没玩过嘛。当然啦，预防针呐。没事的，没事的。OK， 我就是怕你一次过啊，所以这种东西啊，我就先不教了。等一下我就会用的啊。哎、欸，谢坤达，你放轻松，放轻松。很对，手放直，对 ，OK 吗 ？OK， 就很认真。那个是两次之后的事情。雷要下去喽，雷要下去喽。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来拭目以待，到底谢坤达第一次能不能够站起来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OK 了吗 ？OK OK。练习的画面，好，没有，没有画面，没有画面，没有画面，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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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吧，
需要两次吗？啊，你要上来吗？还是再一次？再试一次好了。我跟你说，刚才真的是侥幸。他等下后面就给360了。不可能啊，哎，360，好像是拉到这边嘛。对啊，这样子。对。然后脚得走。对。哇。等一下，360。现在如果我再下去就不对了，因为我怕我等一下如果起不来，整个局都被他坐走了。哈哈，这次我可没闹他哦。你以为我会救你？还好，还好，早就对你有一些了解。聪明，聪明，聪明。我跟你说，我再来一个。怎么样？你要玩什么花招吗？我直接360，然后转一圈。怎么转？这样子，原地转。然后我等下请陆可给你转，我也不知道怎么转。他去钓鱼的地方，一路滑到钓鱼的地方，大概一个小时吧。OK 了。Hello。脸是不是在水里？我刚看到他的脸不断的吃水吃水吃水，然后他就放掉了。船不够快，我根本就拉不起来啊。船不够快，刚刚真的不够快，真的是要配合的。我刚刚是看你一直在吃水啊。对啊，我颗粒水会死掉。刚刚是不是船是有问题？水比较慢一点。对啊，水比较慢一点。陆可，你怎么可以睁眼说瞎话？真的啦，跟船不够。好啦，再给你一次机会。真的好回去啊，危险。头一头一。快啦！又吃水，又吃水，又吃水！怎么了吗，李博生？达人，达人 vlog。好啦，我就接管这个频道了啦。我卡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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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关是不是？我自己在跟自己过不去。但是我们连车门都开了。对啊。再试一次吗？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哦，来喽！哎，哇！种种的一些阻碍啦，没有站起来很正常啦，没有事啦。刚刚那个 Eric 已经跟我说频道名已经改了，叫做达人秀。是啊，好，刚刚达人秀的主持人又再次的陨落，所以不小心又换成是我了，各位朋友 ，OK 了 ，OK 了，这个节目就是这样，来来去去，去去来来，只要是你平面表现得太好，后继有人之后呢，就会被换掉，这是一定的道理。但如果你前面哎突然又表现不好，后面又来了，哎，我跟你说呀，抓交替。好的，现在又换回达人秀的频道，可以开船了。我饿了，可以去别的地方开频道啊！你可不可以不要占据我的频道？我就是喜欢跟着你，怎么样？OK， 玩水玩完了，等一下我觉得钓鱼钓鱼可以去钓鱼一下。可以了，走 ，Let's go！ 我跟你讲啦，切文达其实表现还算不错，还可以啦。对，因为其实他们节目的人就是想要做一些节目效果。船长还有在上面的人都在帮你。我刚刚老板要么就是没开 turbo， 要么就是开到全面，要不然就是绳子打结啦。绳子打结，就遇到垃圾，裤子卡到，放一堆水母在下面等你。还有什么海草？对啊，有够烦的。不要随便啦，这个节目哦，我跟你说难做啦。难做啦。主持人要帮来宾这样子做球做球，然后哎，你看过来宾薪水比主持人高的吗？没有嘛。没有嘛？真的有吗？绝对。OK， 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基隆屿。基隆屿钓钓鱼啊，准备就是晚餐的部分。OK OK， Let's go。
哎，你看，现在的光多美，阳光在我们后面哦，直接剪影逆光。哎，我们来那个，我们那个爱心爱心，有这样子吗？有吗？有中吗？来一个，来，合理。缩小，再缩小，再缩小。好，什么意思？威尼斯飞机。名字啊，对不对？你刚刚讲的达人秀的名字就是我帮你取叫乾坤达人秀，坤达在中间，对，因为已经把名字取好了。达人秀，还有个取名字就是重嘛，一定是这样子的，好不好？好了，好了，那今天这个我觉得还蛮清新脱俗的，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这个放松一下，即将要往中年走的两个男子，对，就是青壮年的时期，壮年了，哎，壮年留下他最后的这个片刻的身影，不是最后，不是最后，就是留下壮年的时候的那个身影。你有感受到他那种海洋的感觉吗？我觉得很屌，我觉得这个昆达实在是每一样都很新。你刚刚真的算是台哥人没有到，可是刚才播出的时候，我看他一直很积极在参与这个我们在做一些，我都参与海洋的事情，因为我刚刚在做一些海洋生物，对，看到已经16个馆都 OK 了，都 OK 了，17个馆，他钓了也钓了很多鱼。里面那个鱼是怎样？你描述一下。鱼很可爱，因为我已经一只鱼要26000亿，好贵。你说你刚才玩水族箱，现在很贵，所以我跟你讲，因为说看看水族箱，不是水族箱，你有时候啊，看看大海，而且他那个地点选得很好，对，算是。那天是大概是9级减8级浪，大概1级。其实那天相当的平稳，平稳，非常好。我那天早上我就过去了。你那天应该来的。哎，你觉得你拉得起来吗？不是，因为我刚刚在体会，我想它这个是一个雾，就好像我们在练剑道的时候。哦，你那时候我是不是？对对对，你有说。它是一种雾，就是我好像可以打到它。你雾能？那就打到了，就是这样。就是一个。那为什么你打不到它？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信心嘛，所以要有这个信心。像他就是，他每个都很有信心，运动会也是，你看，就算我在场上，他一样跑出很好的成绩。你放心嘛，啊不怕。我们第二次的运动会到你的时候，对不对？我让你一个人单跑啊，不要给你压力，我们全部人都不要看你，你一个人跑。对，不是这个又不公平了嘛。你如果这样再受赛事就是一个运动选手，你要能够 control 这个 pressure 这个压力。然后你能够在这个时间 ，this moment， OK， explore， you know， explore yourself， right？ 不是，所以网友问说，所以你拉得起来吗？还在问这个？那有我，你小时候问鸟，所以你拉得起来吗？所以我这样子讲，你还不懂这个意思吗？我如果讲说，哎，我当然拉得起来，这个还有什么好讲？这个太自夸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一定要引证你，那种悟性，见到。什么一层一层这样，他已经高到他是在分析一件事，你懂意思吗？他看透了。最后，我这样子在下这个水下面的时候，板子在前面，对不对？对。他一拉我就上去了。哦，你懂了吧？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三个去开一个节目啊？你过去，他在帮你，他在帮你加油啦！对，因为你过来这边，其实网友比较高兴。不要，因为你们三个这个，你加油，我就跟他聊聊天，跟他聊聊天。我跟你讲，就刚刚就是这样讲的哦，对，你就懂了嘛。嗯，所以你先过去啦。好，就这就是一个悟性的问题，这个悟性我刚。我这样讲你能了解吗？我大概了解，对不对？就好像说，跳快点。好了，那就这样子吧。哎，哦，懂了是不是？懂了。好，像他们懂了没有？他到底他还要问吗？没有问了吧？没了，没有了吗？跳快点了。好了、哦，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下半段，下半段我们要看，但是因为我们不回来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我们没有不回来，要回来了，要回来吗？要回来。你精心，你他刚台哥精心设计的一个梗，他想说他坐过来，然后导播就一定会很有默契把镜头跳给他们三个，结果导播就跳浪跳了5分钟，没有懂他的意思。你刚刚笑什么？不是，我笑的意思是说，等一下导播回来就 take 他们三个，你不在这样，我不在，然后这一视角我们两个都
先不要 take， 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你视角只能切到这里嘛。哦，这里啊。因为你如果说到这里来就不好看了嘛，你懂我意思吗？哦。就切到这里，那。台哥不是想先下班吧？台长。台哥，我跟你讲，台哥怎么会想跟我说下班呢？就台哥，台哥什么叫是不是想闹哦？你今天讲是什么话嘛？我想台哥怎么可能是台哥？你悠自己一默就算了，还是？我们观众要看你了，看我们一定要拍你了，因为你总有一天下班之后就上不了班了，他们就只能拍那边。不要再讲这些东西，我现在讲拍不过来，没有。不是，我现在讲的是说，因为我们不要把这个气氛把它中断掉。刚刚的气氛是一个海洋，对，阳光，有没有？那种绚烂的感觉，一种对于那种大海。好，哎，大海的向往，我知道了。好了，台哥，我知道了。对呀、啊，哎，然后网友也担心嘛，等等，那个第一视角对准台哥，然后播下半集，你放心，这样他就不会有没有绕跑的嫌疑了，好不好？对准他，好来，请看。我跟你讲，静静，给我乱动什么静静？静静是静静。请看，请看一下静静的视角就是这样，你只要一走，网友就说俩丢啊，俩丢。是、啊。他现在网友到底是要看他们三个是视角是怎么样？以后我们要安排，因为我们要替网友着想。你想想看哦，网友他辛苦工作了一个礼拜，读书的读书，工作的工作，为的是什么？还就是抹了一身的油来看。为什么要？我就说保养嘛，他们还来看我们节目吗？对啦，对不对？他们偶尔也，他们偶尔也想换个口味。对，他们今天想玩俩高。怕你下班想你跟我讲啊，不是，他们这么辛辛苦苦的一个礼拜等待，为什么？就是抹了油，有没有好好的看节目嘛？你像懂我的意思？跳刚那颗，跳台哥，跳台哥，跳台哥。呀，这颗镜头弄得真好，他那个碗刚好挡住你，挡住了吗？挡住，挡住什么？挡住你的猫山王榴莲，现在下面。我现在欣赏了猫山王黑啊，王黑榴莲，王黑比猫山王还好吃。其实猫山也很好吃，安黑欧气，你看我讲欧气真的好吃，欧气还有欧酸，哇，那都好好吃，欧气好贵，哦，没有，欧气真的好贵，没有，一定有马来西亚粉丝在看的，欧气真的是好好吃，有空啊，我去马来西亚请我吃欧气吗？好不好？不行，那这样子，给你呢，好了，太大了，哎呀，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下半场了，看一下喽，喵山 king 呢？喵山 king 哦。我们等一下钓鱼的方式是用石板在最下面，有没有看到这上面都亮亮的那个是那个假饵？等于说他们看到亮亮的东西就会想吃，所以我们不用绑任何的饵。像他们有时候找到鱼群下去哦，一次就是十几条上来。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船长，我们船长要帮我负责找鱼群。人体鱼探机，人体鱼探机，人体鱼探机。哎，那边一堆啊，在跳。海豚呢？海豚侧面背鳍，然后那个是下面。哎，真的是海豚呢。嘴巴，然后尾巴，对，海豚。这很胀了，这很胀了，这不要碰，这碰到就真的爆掉。对，是缠到网子什么之类的。哎，所以就说啊，台湾的环境真的不错啊，希望垃圾减量，好不好？渔网不要乱丢啊，他们真的是很无辜哎。东北面，因为它真的都受东北季风的侵蚀，所以东北面真的的草都长不起来，被风树才有草。哦，所以大家看到基隆都是看到最漂亮的一面，没看到它另外这一面。哎，难得他们会讲出一些人话，哎，然后刚好永辉没，而且蛮好的，有啦。那个要不要去港口外面面，刚好跟渔船他们钓白带也可以啊。现在我们去抛白带好了，好啊，因为钓晚一点抛白带，那我们钓往那边走。好，所以这边来就是欣赏一下。OK 啊。我们要来船头钓还是船尾钓？都可以，船头嘛哈。人家领钓竿。零零零零零。
这需要靠钟老板，你们都不会绑对不对？我会啊，怎么不会？轻松松啊，讲的好像很会，绑好了，好吧？好那又不是你绑，术业有专攻嘛。我们就有一部分哈，如果说有那个白带鱼，这个是钓白带鱼，我要钓白带鱼。上面的话，如果有竹夹鱼来的话，就竹夹也会上，对，哎，二合一啦，几率弄到最大。OK， 现在就看钓鱼的运气了。因为这个季节普遍来讲的话是基隆鱼最少。哦，现在是基隆鱼最少鱼的季节，刚好在交替。没有，这刚好是钟老板给我们的一个借口，台阶台阶。他先把台阶先放在他面前。对，但是等一下钓到鱼说，哦，那你算厉害哦，你厉害，你还可以钓到鱼。对，要还钓到鱼哦，专家专家专家，很适合住基隆。对，很适合啊，这个地方好，地方很浪漫的、啊。等一下，就算没有白带，也要钓几条竹夹鱼起来干煎。如果说我就不会这么讲，我就说不要把话讲死。当我们在钓鱼的时候，你赶快去把什么和牛烧肉拿出来。哦，没问题，我等一下就开始帮大家切肉了。饿死了，毕竟168嘛，已经六点了，可以吃了，可以吃了。你是6点到8点才能吃？晚上6点到凌晨2点可以吃。会是隔天的8点？没有那么久。做了，做了，白带，有白带啊，有白带。有很重，通常钓鱼这种魔力就是新手钓的会比老手还厉害。你看老手，先这个先给你用一下，我想丢一个抛点，抛点，抛点，不要勾到我。放心呐、啊。哦，有了有了，可以呀。坤达，哎，下去就模拟那个鱼在游的动作，然后那鱼就会以为是真的，它就会去追它。哦。相信可以钓了。我是想说，我们在在干嘛？怎么那么厉害啦？是鱼，是鱼，是鱼。鱼啊，鱼在震动。要搅，要搅，要搅。要波动，要拉起来，要拉起来，要拉起来。不能往下，要拉起来，不能往下。这个强，这个强。给他补，给他补，给鱼他补啊！勾勾，勾勾。哈哈哈哈哈！谢坤达，我已经这个摆的动作已经超过10分钟了，超过，哎，都一样。你要更改你的深度，放深一点，放深一点。我帮你放下哦，我帮你放到已经变白线。我刚才是放白线。对啊，放太深没有用，因为鱼它在20-30米。那你就拉起来，收。拉个10下20下，然后就收，收完后再开始拉个10到20下，再开始再收，10到20下。对，其实不用真的数到十到二十，一个感觉。我真的很怕你数到20。又有了，我也好想要杆子垂成那样哦。再出现，哎，这真的是夹饵的问题。哇，这狂抽哎，又掉了。至于这么大只哎、欸。你就觉得说，为什么没有放饵就可以钓到鱼？为什么？不可能吧？应该是没有这个鱼饵，这是珊瑚，钓到珊瑚，不是，就是一些海草，连海草都可以挖到，海草都钓到，连海草都钓不到，真的？坤大哥，那我们先装鱼上去，应该要，要把它拉上去。Eric 不想走，那因为 Eric 不想走，我愿意走了。Eric 不想走，我就没有独木舟，就放这边。他如果不想走的话，我会愿意陪他。Peter， 我都想好了，我们下次真的晚上来钓，真的，好不好？好不好？我们钓那种凌晨。LVO 跟一起晚上出来钓，真的啦，要钓那种屌的啦，要一整个晚上的那种啦。好，就这样说定了。啊，我们要找那个兄弟会帮忙钓的那种，要找那种兄弟会帮忙钓的。我就在看，我就觉得到底会不会啊？
找会钓鱼的兄弟、啊，找会钓鱼的兄弟，有没有这种兄弟啊？找不到了。好了，最后一杆了，好不好？好了，最后一杆了。有哎、欸，有哎、欸，这是有吗？沙沙，对对对，有了，加油！哇，哇慢慢拉，慢慢收，明明就是掉地球。哎、欸，是不是还有？我看看，这还有。地球啦，那边演戏，那怎么办？就是这样子把它拉起来。啊，我试试看，可是它很紧吗？地球。哦，这掉这个应该是地球，差点是语文吓死我，刚刚沉默两秒，我真的吓一跳，可能会有的啦。哎，是不是 Eric 刚刚有几只都是这个？我现在都带橘灯了，就不一样。橘灯，橘鱼灯，就像那钓那只。哎呦，完美的鱼，直接收线。好。OK， 我们今天的钓鱼已经结束，不会是零收获，至少还有一个白带鱼啦。希望等一下晚餐应该是不错。这白带很厉害，我猜它应该会生吃螃蟹啊什么之类的。打开里面就有其他东西，打开里面有其他东西，然后吐出来是它晕船。我们现在不能打开，福袋对，等它一下。好，吃饭喽。是在岸上吃啊？在船上吃。好，在船上吃哦，睡啦。哎、欸，还没开这个，我就已经闻到那个螃蟹的味道。哦，厉害哦，厉害的，厉害！怎么样？螃蟹跟龙虾味道不一样。这个是白带生出来的。哦，因为白带有吃过龙虾。我知道很厉害。我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吗？哇！梭子蟹、三点蟹、三点蟹，这真的很屌。那白带鱼呢？先蒸螃蟹，然后我们今天吃烧肉。哦，好，先螃蟹蒸完的汤，我们就刚好火锅。精华。说住，我觉得我们不要聊这么多了。对，我觉得我们就这是直接这样子啊。没有，这是火锅片，收片那边。在等待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吃旁边的这个素食呢？当然没问题啊。哦吼，这是用比目鱼，然后上面是放基隆的鱼子酱，里面的饭也是你们自己弄的。对，土锅我们自己用土锅煮。土锅煮。土锅。对，太高级了吧。太好吃了啊！哎、欸，有需要留给他们吃吗？我们还有，我们还有，还有，对，准备还要准备，可以笑掉没关系，直接是吃的。这结合太美味了。嗯，我很爱吃日本寿司，可是我去日本寿司店的时候，我比较会少吃鳍片肉，因为太油，吃太多会很腻。但是它刚刚的结合完全不会，而且上面都是什么？有点去那个腻。鱼卵，好好吃哦，比较清爽一点。嗯，对。那我觉得你现在168可以，我现在168当然可以啊，可以。我不想吃那么熟。好，可以了，可以了。我建议是蘸旁边那个烧肉酱，然后这个是醋酱，对，陈醋酱，对，对。这个烧肉酱，我建议可以蘸这个。我建议的不要沾，可是你头发拨一拨就还就还行，身体抹一抹。哎，到底是何德何能能够在船上吃到和牛？这对牛很不敬哎。这个肉好厉害啊，这条好爽。其实最重要是我们这次的肉是用母和牛，它的好处是比较不会那么腻，所以母和牛价钱一定比公和牛贵，是不是？几乎快贵两倍以上。两倍？你说真的假的？你知道全日本第一个专门吃母和牛是哪个地方？就是神户。所以神户牛怎么这么好吃？因为神户牛是母和牛，都是母的。然后一般来说大家吃到是公鳍的话是公牛，油花很漂亮，可是吃不多，一两块就饱。其实不是饱，那是腻，就已经身体就会怕。所以那是油的熔点太高。公牛的话大概是37度到38度，那母和牛的话就大概是36度左右。所以现在是我们去吃和牛，要先问公的还是公的母的？就如果是母的，行家吃行家吃到爆，就吃到爆。哎，这个高汤的日本料，直接是用海的高汤来煮陆地上的霸主。这种强烈的对比，这种火锅片真的没有看过这么厚的，对，就是这么的慷慨，而且它不是一般，它是和牛。哎，我觉得野人 Vlog 可以多拍几集。我也觉得，这一集就拍久一点。野人 Vlog 是我的节目，跟你稍微没关系。不会啊，你也来上我节目嘛。哎，来来，会，好了好了好了，这么快？对。你一个这个身为火锅达人的，你觉得这个肉质？我跟你讲，真的，一般的店里面大概价位，它这个真的是贵的。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海洋公主号上面吃到这么高级的和牛，是女神号，洋女神。海洋女神号，好，能吃到这根本是奢侈的享受。你直接问他们就知道，这个一定不便宜。其实不一样，因为是野人的关系，所以玩不一样的方式，就是精致的，不要多，就吃食物的原味就好。对吧？那说嘛，多少钱嘛？这个话，这一公斤大概7000到8000。来，快点，快点。
真的下重本哎、欸！真的哎，干嘛？你是因为知道有火锅店老板来，所以这样子弄，是不是？我说，然后你们难得来基隆，你现在是 diss 我就对了啦，把我电话拿过来，我打给。哎、欸，三点线一定要吃一下，因为这我就没有帮你服务了，这我泡我喝嘴巴帮你剥壳。没有，这自己来，这要自己来。因为像剥那种就是甲壳类的东西哦，一定要自己来。那种女朋友不要一直帮男朋友弄，或者男朋友不要一直帮女朋友剥，因为真正的精华都吃不到，他就是要自己这样子，没有？自己这样剥的时候，然后就是。变形原汁才会吸到嘴巴里面，自己品尝了。那个你老婆吃虾都是你帮她剥吗？我帮她剥。在那边想要增加人家对你的好感度，你都问了吗？所以你都帮她剥，我都帮她剥。这是我们双鱼座贴心的地方，你知道吗？我这辈子的任何一个女朋友，从来没有剥过虾，拿过用手拿过虾子。她看到那虾子的时候，已经吃掉了。哦，已经剥好了。但我就觉得她有点可惜，就是没吃到真正虾子的那个原味。哎、欸，那不然我们就坐下来慢慢吃啊，好好好，你们要不要一起吃？好，可以可以。今天的这个演这个 vlog 差不多，我觉得今天一定要大家一起来享受一下这个美食，好不好？各位真的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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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来来吃吃吃吃，真的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今天由我们的这个游艇兄弟来为大家服务。这边有烧肉酱，这个是烧肉酱，这个是醋酱，醋酱好好吃哦。哎，你们赶快吃，真的不要客气。哎，大家吃，大家吃，大家吃。哎，静静，来喂喂，大家喂，有没有有没有？哎，玉哥，吃了吃了。哎，玉哥最值得吃，因为今天的白带鱼是他挑的。用来火锅，好爽哦。来来来，大家一起吧。好了，刚刚吃完了东西，晚餐也算是宵夜啦，因为吃一吃，聊着聊着就蛮晚的这样，然后可以睡一下。对，因为他们刚刚说了一下他们今天的这个船的可以让人家怎么样玩的行程，发现可以在船边就这样睡。哎，就今天野人 vlog 怎么样？还蛮满足的，就是什么都玩到。其实我对啊，我的野兽真的没有那么的满。其实你还是会留给自己很多时间空间。有时候很多时候是坐在海边一整个下午没有干嘛，那有多爽？放空也很爽，放空真的超爽，什么都不想。放空也没有要睡觉哦，你就是一直看着海浪，然后海超疗愈的，你就会一直看着它，那样被催眠，你知道吗？我懂，很扯哎。啊，那我觉得今天应该算满足了。其实不错了，你好像晒黑了。今天头上已经戴着帽子，再稍微挡了一下。你们剧组要发疯。你之前不是有一个小疑问，是说你很怕说你在演戏的时候进入那个角色，然后突然要回木曜的直播，你会有点转不过来。会，其实会。我觉得如果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就是要比如说约你的好朋友，比如我，然后开着车来这个海边。那现在认识陆可他们的话，就可以约他们直接到这个船上放空。chill 一下，我觉得是一种，有时候就是有一种完全脱离那个状态，要一定要先脱离那种仪式跟行程。我觉得我都是这样，大家看到我永远都是在疯子状态，可是我还是需要更多的休息的时间来沉淀自己。所以以后在直播前，我们就约礼拜三，就是先来这边 chill 一晚，chill 一晚，对，然后又可以吃这种哇海陆大餐，没错，好不好？我可能要接一点。谢谢瑞克，让我完成了一个又是蛮酷的一个演员 vlog。对，而且今天瑞克也讲了一堆他的计划，就听听就好。太恐怖了，他的计划。但我觉得真的，我们可以再找一次，再钓一次。好了，我今天怎么没钓到？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太爽。有那个瑞克已经约了，真的就是跟一些很会钓鱼的人去钓，比较爆棚那种。好，好吧。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野人 vlog， 我要跟大家说声晚安喽，拜拜，关灯。请一定要订阅木曜，还有要订阅我们每一个人哦。订阅什么？我绝对不会去订阅什么野人七号部落格。野人七号部落，野人七号是部落的，公器私用嘛，请订阅木曜。